我先讲，公司外办无列举。来，马达，确认与护照妥当。不用勾，没关系，你们就检查这样子。好，照上面检查。方向检查，确认马达及油箱奖身份证正确。正确。电池或油箱，检查外观，通过电量、油量，确认故障妥当。有。机壁，外观确认故障妥当。好，机身超载，故障妥当。OK。飞行控制器安装在内部，故障妥当。GPS 模组，外观确认故障妥当。点火及电池接口，确认故障妥当。全系统动态检查，方向遥控器。好，检查完成。严格。机头在那边。好，我录影了，录影了。来，我确认录影。确认。好，三六一节完成。好，那我们准备起飞啊！来，飞鹅号准备起飞，起飞高度四十公尺。每次只要变弯都要过关。好。解锁。来，现场借物离无人机起飞，进空。30米，好，40米向前。好，到达，高度注意一下哦，高度注意。好，40米，向前移动。好，执行任务，国产高空侦，可以进高空侦查。注意角锥哦。看到角锥。文哥第四面。角锥，那个马路不见了，角锥。文哥第四面。好，第四面看到了。角锥哦，角锥哦。来，角锥有。文哥第三面，等一下预备哦。第三面拍照完成。好，角锥哦。好，我知道。哎，左转离我比较差一点哦。哎，角锥哦，继续。好，第四面来。拍照完成。好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再切，等一下啊，刚刚第一面比较有瑕疵，等一下。再一次，好，第一面拍照完成。OK， 好，国产高空侦察任务结束。好，准备进行后场的搜救。好，我们找的是绿色。好，找绿色。第一面，一二三四五楼，第一面五楼有一个。好。来，请求降低高度到30米。哎，降低高度是30米。可以，来，左边一点，编号3。好，编号3。等一下，有录到吗？有拍照吗？拍照完成。好，收到。国产第一面有，第一面5楼3号，第一面5楼3号拍摄完成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到第4面去，高度维持40米。然后目前发现顶楼有一个，我先到顶楼那个拍。好。高度一样40米，高度一样40米不变。哎，这个是确认绿色没有错。好，来，这算顶楼，绿色20号拍摄完成。这是第5面了，顶楼。好，那我现在目前到第2面，高度维持不变，第四面高度不变。顶楼的那个正下方好像还有一个。我这边，对，没有绿色，没有绿色。好。来，第2面，来，请求下降高度是30米。哎，你要跟我。好，请求下降高度是30米。下降高度，帮我看一下飞机的。我知道。下方距也可以。好。
预估建筑物高度是15米。好，30米到达。好，你告诉我第四面六楼八号。好，第四面六楼八号。第四面的六楼八号。对。五楼这个，对。好，收到，稍等我一下。第四面五楼。我看不到号码，那请求降低高度。请求降低高度25米。收到，25米。好，注意你下方。下方还可以。19对，好，19，五楼十九号，第四面，好，第四面五楼十九号拍摄完成，四个了，好，这一块是吧？我等，OK。目前发现，来往前哦，你要下去要小心哦，高度掉了，我伸一点回来，哎好，高度 ，OK， 来发现这个是在三楼的墙边，第四面三楼。14号，十四号拍摄完成。来，三楼，第四面三楼十四号。第四面三楼十四号拍摄完成。来，准备到第三面。三面，请求正规高度40米。然后第三面，第二面。第二面几个了？5个。好，那请求到第二面。好，请求到第二面，高度40米，回到40。那个有，第一个、啊，那个第一个。来，目视周围，安全 OK。临近高度约20米。好，我请求下降高度至30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楼。你看一下颜色对不对？等一下、哦，我目前在下降高度中。好，高度30米，那请帮我确认一下安全。好，目前看到这个是中到高度可以。楼梯那个吗？六楼，那是六楼。好，第二面六楼18号。好，18号。第二面六楼18号，拍摄完成，好，收到。来，下面这一个五楼的第二面五楼，申请降低高度是25米。来，下方 OK， 来，可以来。二号。第二面五楼二号。好，第二面。五楼二号拍摄完成，好，持续搜寻。帮我注意飞机的那个好安全。好，收到，收到 OK。发现这一个。下面那个，等一下。下面那一个。好。来，四楼的。好的，那申请降低高度20米，下方 OK。三楼，第二面3楼16号，我把它拉近一点，来3楼16号，第二面3楼16号。好，观众，目前几个？就八个了吗？对。好，我想人面搜救视察完毕，准备申请返航，返航高度40米。而返航时注意低头朝前。来，10米完成，准备返航。来，我们准备返航。你们。来，注意低头朝前。好，低头朝前。来，无人机准备下降，把刀刀进空，准备往前喽。啊，进空。
时间12分09秒。12分09秒。